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厚的东西，它需要跟下面固定，这边很厚，所以我们就会用这个钻尾先钻一个大洞。钻一个大洞之后，我们要去买这种特长的十字头，然后配合，因为下面是铁管，所以我们要配合的是自攻螺钉，然后这样子 ，OK。好，这样就可以固定住了 ，OK， 谢谢。